香港专业验楼学会会长、工程监督师詹济南分享过去一年验楼遇上的八大奇闻，其中最深刻为地脚是一层、两层定三层。一个天台单位的地脚虽然铺上了数层瓦仔，但瓦仔一碰就剥落。其他奇闻包括有浴室问题，例如超置花洒及失控花洒，因花洒不正常运作令水花浅出。至于最亲密的厕纸架，指的是厕纸架太贴近，令座厕无法如常打开使用。另外亦有窥探邻居奇蹟，在花园可以看到邻居家中、屋苑的泳池中发现青蛙，故称为青蛙王国。看得到、摸不到灯掣，指的是灯掣过高，住客无法用手开关灯，而拎得起、放得低，指柜门可整个拿起。他又指，去年整体楼宇表现有进步，大部分平均分逾80分，个别小型发展商表现较逊色，其中码头角一个新盘只有22分。他又认为迷你盘不人性化，要有独立厨房才适合居住。